当中作曲宝座去守卫。全心欢迎你来，用生命与火来为我施洗，因你是我的智慧，我的公义。耶稣，亲爱的耶稣，欢迎你来，全心欢迎你来，是我的圣洁，我的救赎。红山林的火，红山界的火，来炼净我，来复兴我，燃烧我耶稣的热情。红山林的火，红山界的火，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一生命影响着期待。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，求赐下祷告的火点燃我们生命的热情，求赐下炼净的火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与罪恶，求赐下复兴的火使我们有能力为主做见证。是的，主圣灵，求你降下火来翻转我们，好使我们成为你影响世代的器皿。哦，圣灵的火，哦，圣洁的火，来炼净我，来复兴我，燃烧我耶稣基督的热情。红山林的火，红山洁的火，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。红山林的火，红山洁的火，来炼净我，来复兴我，燃烧我耶稣。Thank you.
将喜乐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实在得着你上头来的喜乐与平安，以及上头来的恩膏与能力，让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主啊，这个劳苦愁烦的世界里，主啊，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活出你的荣光来，活出你的力量来，活出你的生命来，好叫我们周遭的人看到我们就羡慕我们，知道我们是幸福的一群，我们是活在神爱中光中的一群。主啊，你的儿女要分别为圣，你的儿女要跟世人不一样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的不一样，哦，不是我们要特意独行啊，要这个标新立异，不是的，我们的不一样是活出主啊你自己真实的生命，因为你创造我们的本样就是让我们有你完全的创造性。主啊，你是永活的主宰，我们也有你的永生性，我们也有自由在圣洁荣耀光中的自由。主啊，好让这世界上人他们的本性中是羡慕这些的，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莫可奈何，因为这世界像一个大染缸一样。主耶稣，让你的每个儿女真的能够出污泥而不染，让我们真是懂得靠主得胜，靠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一切的罪恶污秽，让我们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也奉耶稣基督圣名靠主的宝血，主愿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心，堵住一切的破口，好让我们真是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不轻易的漏掉。主啊，我们所拥有的恩典不但自己要享受你给我们的福分恩典，同时我们的恩典还要透过我们这个管路输送给你要我们输送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不突然虚度人生的光阴，我们不突然浪费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的每一个的应许都是宝贵的，你的每一个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都是宝贵的。主啊，我们愿意看你所看，听你所听，想你要我们所想的，好让我们走完这人生过程的时候，我们如同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如今我们是一定要去打这场仗，一定要跑这段路，一定要守住你的道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乐意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敬拜赞美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最宝贵的最宝贵的能力就是靠着敬拜赞美的心，感恩的心，而绕着那些的仇敌的势力，我们不怕那些，因为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以色列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，一定让我们经历到耶利哥城倒塌，一定让我们经历到所有的黑暗营垒就要退去，因为你已经在我们敬拜赞美的歌声当中设立宝座，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守节心清的来敬拜你，侍奉你，让我们专心一意的与神相会，我们心灵领受，心里神就与我们相会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